妈妈去给你弄点辅食吃，好不好？吃点辅食。哎呀，还吃轮子啦？真好，我们出来来晒阳阳了。姐姐来啦，这个有背斗的。看到鸭子了吗，星星啊？鸭子呢？它知道到那儿来去找食物，是因为它们吃蚯蚓嘛。它们蚯蚓应该那个住在水里的旁边吧，就是在泥巴里。哦。所以它们就可以找泥巴。That's right。听到它们说。带路，我们跟着。好、哦，有可能往右边走哎。来了，等一下。我们去那边看一看吧。哦，这是我们今天来到的，叫 Welcome to North Creek Park。
我们现在是在这儿，然后我们要一直走。这是一个直线。对。这样子从这一直到这儿，然后是呢。对。太远了吧。让我想起了潘索维尼。我就现在就当时你记得潘索维尼，你就是晚上你带我拉着我去那个同事家，然后走，对啊，然后就当时就是很黑暗，然后完全就是那边就是小树林，你忘了开车，然后来结果到人小树林了是吗？没有经过小树林，然后后来结果你忘了到他家的时候，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是郊区嘛，然后晚上就天特别黑，然后星星就显得特别特别亮。现在根本就在城市里面看不到那么亮的星星。哎呀，什么都烧，大家都在冬天火烧 ，Everything burns。Yeah， 然后当时那时候你忘了还有 Game Stone， 然后特别火。Night is dark. The winter is coming. Full of terror. 对。我们刚看这个整片地，之前是属于一个叫做 Bately 家族的，他们家的第一个人呢叫做 John Bately， 然后他是在这边的时候，之前这个地方完全就是荒芜的，一点人烟都没有，然后他们家人呢就在这个地方开始生存，然后是靠什么生存呢？就是把抓一些小动物，然后卖他们的皮草，他们同时还养一些奶牛啊，然后做一些奶制品，然后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农场，然后之后慢慢的他们家在这边就是慢慢的扩大呀、啊，然后就是一共生活了5代人，从1890几年到1992年吧，都是他们家在拥有这片地，之后呢就把这片地给了这个整个这个社区。然后慢慢的这个社区就把它发展成一个小小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比较 local 的一个 park， 然后就相当于这个 park 以前是属于一个家族，但是他们家族现在已经可能不拥有这片土地了。因为它是活水嘛，很凉。吃饭。